雅文他分享他的一些为什么要参选跟你打局长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有点还拿那个台湾独立旗，我非常的有经验，在香港拿过还被骂。然后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都可以开放这个阶段，然后让我们现场朋友一起来讨论，因为我相信说可能在场有一些朋友，你也许自己也想选。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觉得你到底对于这个里长这个政治位置，在你的社区到底可以发挥到什么样的功能？说不定你也有一点存疑。好，因为刚刚前面其实在自我介绍的过程里面有朋友提到，其实有很不一样的说法。有的人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村里里面的这个里长，或者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也许你是觉得不是很满意的。可是其实也有朋友反映到说，他觉得他活在生活的那个社区，他觉得很温暖，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有共同的想法，或追寻一些共同的事物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生活在你传统的这个社区里面，你都有不同的经验。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分享，看说你到底你对于社区你自己的社区的经验是什么，或者是说你觉得说如果以这个里长这个位置角色，他一定。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透过里长这个位置，我们才有办法做到所谓的刚刚讲的社区工作嘛。我如果没有选里长，我可不可以做社区工作？其实我来这个问题，大家想要问一下大家，然后也许大家可以做一个分享。那我第一轮我们先开放三位，好不好？然后在三位之后，也许前面有我们两位，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回应，那再来开放第二轮，这样，好不好？有没有人要发问？还是要这边一位哈？还没有，再两位，等一下，有没有？还没有？好，那我们先让有没有？没有哈，好，你先问。我首先先回答老师刚刚说，我们现在喜欢选那个会跑步、会游泳、曾经小时候跌过、手可能断掉过，然后那随时按照剧情选。这个角色蛮多元的，我现在那个 PPT 的版都要配置20，按配置账会。好，另外一个是刚刚那个社区的老师这样讲，还有今天主持人一开始说到这个麦克风掌握权力，就不免让我们想到读书的时候看着苍蝇网。老师在说那个社区，不觉得就是复制嘛？复制分配工作、生活的方式，包含食物经济，这个很像是一个老师讲的那个说法，怎么追求生活习惯好，可能都让我想到这本书啊。不过我相信应该不是要往那个暴力的方向前进的，然后想要对那个你参选人提出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在市议员的服务处做过助理，他当五都刚合并的时候做了两个月，那时候帮忙他一起就类似文胆，然后跑夜市啊，发气球，或者是接听电话处理那些选民的问题，然后。刚刚有一开始也有自我介绍讲到，因为我们后里乡变成区的时候，当地的里长又变成是过去的乡民代表、市民代表。然后在台中是个红黑派系嘛，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派系政治是很十几二十年前王振华老师有写过一些相关的文章，就我们社会系的，就一些派红黑派系政治是台湾的一个万恶嘛。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你要选，当然不是想要出来。是有个开始的地方，要选应该就是要选中吧，就是想要靠实，就是有什么选中的计划。那如果不选中的话，只是出来昙花一现的话，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即便很多人都出来百花齐放，都200多个年轻人出来选，可是如果都没有中的话，不就咻一下，4年之后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个动力了。所以想到就是前几年不是那个。部分区立委刚，立委其实简单部分区立委刚出来的时候，第三势力的党也是快要拿到一个席次嘛，我们没有要看哪边的意思。说第三势力的党要拿到一个席次，但是那一年没有拿到之后，再过了一次之后，大家又瓜分掉了，也没有第三个党拿到部分区立委嘛，所以我比较好奇要怎么选中，有什么计划，还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吗？他提到其实很重要，就是百花齐放，然后放完烟火以后担心就是昙花一现这样。那这个问题我们先等一下来做一些回应。那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有一些想法或意见想要表达？不要客气。
我好少主持只有这么的人气，没有人想要讲自己的想法。嗯，怎么样？来，没有吗？有人要选的，要选的讲一下他的自己的想法，这样。我，你笑得很诡异，来，你讲谁是吧？你别讲，讲一下，没关系。你有什么？你要选吗？是。好好好，来来来来，赶快练习一下发展。不好意思了，因为刚刚听老师讲的太出神入化了，所以就情不自禁眼睛也眯了一下下。那我这样的心声呢？那我是要也是预计要参选里长的，那本身也是怎么讲？哎，这样讲下去好像变得我分享一些心得。好，我给你简单描述的一下。毕竟怎么说？我来讲一下这阵子在你要选哪里？北区的半沟里。那半沟里的话，当然就是里面最著名的就是科学博物馆和植物园，还有它周边的社区这样子。那我本身是家里虽然没住那边，但是是有亲戚在那边，然后祖父辈也在那一带生活过。那淡沟里的话呢，那我们台语叫做打狗啊，祖辈就是叫迄个打狗啊，一个地名安尼啦。啊，当地的话是以赖姓家族是大宗这样子。那我这阵子下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本身比较不擅长和人际关系这种互动的这种行为啦，就是说恭维啦，就喜哉啊，这句话是对。那因为因缘际会下，很多因缘际会再讲的话又要20分钟没有，因缘际会下，那我必须被迫去和陌生人去互动，那这是坦白讲，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怕怕的。那毕竟参与政治来讲，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埋在沙子里的鸵鸟这样子，因为每天看了太多新闻画面，然后也就觉得这个我一个人，我只是一个宅男，我没有办法做出任何一个什么改变。那当然是因缘机会下，我这次今年以来太阳花以来，那我决定聊回去。那当然的话，我是觉得在里面与人情互动，我觉得因为我毕竟还不是很对一些人情世故非常的理解，所以我也是千篇一律得到的回应是啊，好笑脸走起来，乖定啦，哎，马后啦啊，也是有好有坏这样子。那再加上我预计会代表民主进步党去参选那一个里长，那当然我也是因为并不是说这是现实生活，这不是线上游戏，就是说你不是看到那个人哦，这个人头上有一个蓝色车轮的 mark， 啊，那个人是一个绿色的十字，然后台湾的 mark， 你没办法从言谈中去判别。当然说你有时候从他讲的语言，讲国语，标准的外省腔，或者是台语、东台语，那啊，我主持人讲，帮我阿公台语，还是就了啊，哇，跟着讲靠有认证啊，红盖掉去啊，啊，起码就是，好吧，问同样是要参选的，学同志一个问题，就是说。如那是讲你台语讲较袂认真，你要怎要怎教人活暖安尼？你活暖的技巧，我想要请问大家一下，如何 ？How to improve？ 你太神了！哦，communication， 说不定你们那个选区其实不，现在其实语言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台语的问题。你会不会讲那些巴哈萨、Indonesian， 对对，会不会讲那个越南话啊？对对，他是台湾国的。所以还有
说我今天穿了红色的，那这个这里还有四个星星在上面。知道，知道。但是这是那个德国的绿皮红骨的，对吧？列历史家那个。其实这是拜仁慕尼黑啊，德国那支球队，他拿过十次欧冠冠军。那我想说啊，我糟糕了，我代表民进党以后没办法穿蓝色，没办法穿红色的衣服。我其实我最喜欢蓝色就是蓝色嘛，对不对？但是啊，为什么大家为什么看到颜色就已经先入为主了？因为其实颜色它本身没有对错，是所有颜色都是很明。那我当然还是慢慢适应中啦，就是说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过渡期啦，我把自己变成一个过渡成一个。也许政治人物，好，谢谢大家。不错不错，以后有空常来折武练口才啦。再来多参加。神机哪一个开关被人家动到，所以跳出来要选一张。给你了，你好。那么说呢？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宅男。那怎么说呢？故事的起源就是说我参加了一个算互助团体的一个活动，然后也认识一些伙伴，然后这些伙伴也非常鼓励我，然后当然就是说台中市很多树木被台中市政府无情的拔除，然后丢到大肚山上树木影响去等死。那本身的话呢，我是家里从小也是算住在这附近啊。现在就跟人家说我从小住在蛋糕，后来因为求学所以才迁去别的地方就算工作这样子。那就是我小时候是住这附近，然后也变大老国小，那附近有一个现在是刑务所原屋厂，然后前面有一棵老榕树，后来被台中市政府搬到台中公园后就枯死了，然后枯死以后台中市政府最近都毁尸灭迹，把整棵树干都铲平了。那就是这个互助理念呢，我有点义愤填膺，因为小时候也一直以来的一些回忆也被磨灭了。那我想说，我只是纯粹要参与一个互助活动的，那但是被里面的朋友鼓励出来参选里长，因为这一个蛋糕里面有植物园的科学博物馆，里面有非常的树，非常多的树这样子。那我想，这是一个对。一个宣扬我们互助理念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说我能够顺利成为这一组里长的话，那当然现在还是在努力啊，赢取在地认同。那其实我本身的话，祖父辈还有亲戚在那个地方生活过，那我想这方面也是刚好是成为我一个相当大的助力。那就是因缘机会的话，就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是哪个人引导我来投入这一行的话，我敢说那个人就在场的朋友里面。那我不想说是谁啦，那就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好，谢谢大家。有被启蒙就对了。那还有朋友想要分享一些你的想法？哦，你来。好。啊，不好意思，来自我这么多第一次发问哈。我是云林人，然后我一直在台北，然后工作在台中，然后在台中十八年。其实十八年来，我看了台中好像没什么进步。然后我自己当过我们社区的主委啊，然后我有社区的主委，我在谈一个就是以社区来讲，我们那里的里长跟我们社区完全没有任何当。互动。那我们社区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社区，可是应该是说以前的主委是某个政党，那个里长是某个政党，所以另外的政党如果你让进入我们社区，可是一个社区一定需要里长，一定需要里长的帮忙。那我们完全都透过市议员，对。可是我有一个想法，那时候我当主委的时候，我一直想要让里长来参与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包括说，我就在社区里面就受到人家的一些反对，所以到最后也没有了。所以说，
其实你说里长如果假如说在一个社一个这个里面，如果是大楼里面，他真的里长会被重视吗？好、哦，这个会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好、哦，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讲一讲我乡下的事情，也是村落的。其实我是到来台中工作，因为我父母亲年纪以后，我才比较常回去，然后才开始对我自己的故乡、我成长的家乡比较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然后在这份特殊的情感里面，我一直发现年轻人一直不见了，年轻人一直不见，都是那些小孩子。那我看了一直在想，其实我最在十年前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如果退休我一定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开一个阅读班，我要教小朋友阅读。当我这个动力，我那时候是我的堂哥当村长，我跟他讲说书我可以去问，可是一个村长好像没有这种想法，甚至说在我们家，我那时候我父母亲都往生，我把我们家的庭院我自己做绿美化，可是因为我一个月回去两次而已，我跟我堂哥堂嫂交代，请他帮我浇花。可是我带回去，我走说两个月后以后，其实慢慢死掉了，慢慢死掉了。可是当到他们看到花开得很漂亮，他会去捡，他会去捡。所以说，我觉得说做社区，如果你真的要做社区，一定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你要给。一定要把你的理想，一定要把你的理想跟你的志同道合的人去说，因为这样子做起来比较动力。真的，真的，这是我自己。好、哦，我尤其是乡下，真的，其实我对我们乡下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期待，可是每次谈出来，都就觉得就有点失望这样子。好，谢谢。好，谢谢哈。刚提到一些这个对于比较更传统的社区，然后还有一些新兴的社区，比如像大楼这样，它有不同的一个状况。好，那好，那是不是请两位做一点简单的，看要一些回应？好，那请雅文先。其实在我所居住的地方，那个里长我也从来都不知道是谁啊。在我所居住，那你刚刚讲了一句很重要哦，就是说做社区的话，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那这个刚好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说要在绿川里这个地方的原因，就是说我对于历史建，就是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在利用，这个东西算是我的以前。所学建筑之后，发现这块是我比较有兴趣的，是盖西的，是旧建筑在利用。那这个地方，就是历史建筑在利用这样子的条件。然后另外一个是这里，是台中早期的一些娱乐城，然后是第一广场的一些异国文化。那它现在状况也许有一些。有一些混乱，就是说这个娱乐它开始变质了。其实东西哦，都是蛋糕很好吃，可是时间一久它会变质，它可能会酸会臭。那娱乐不是不好，娱乐很好，可是它会变质。那我们怎么样让变质的东西，就是说让它变回去原来的？好的值，所以我对娱乐很感兴趣，因为我爱玩。那可是我希望玩不是这种，就是比如说这里的电动玩具可能是赌博电玩牵涉出来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放高利贷，然后放高利贷之后再暴力讨债，然后暴力讨债完之后，你没钱还他，你就用什么事情来交换，然后就可以帮他跑腿之类的。那在台湾很多会有这样的文化跟状况，那这个就是这里它是一个变质的状态，那这个东西
假使我有机会的话，它可能会是我的，就是我的一个功课。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你说怎么样选上？我到目前为止哦，这个里我还不认识几个人，可能除了好半边，我还没踏出过这个门去。认识这个啊，有，我想起来了，对面电视机的阿伯还，我也去他下面跟他聊天，然后另外路上几个阿伯就跟我打招呼，目前为止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也是民进党征召提名，那可能时间之后可能会赶快去合成一下跟林佳龙的那个合成。哈哈哈哈哈哈！我是先讲到这里。我今天这样子，大家提问之后，我意识到我所谈的社区是完整的生活，而不是被切割的生活。然后我在这样子的生活里面的政治是一种温和的以德服人的，完全不是我们会自律的，完全不企图用暴力强迫别人的方式改变。那我觉得现在的政治，如果他们要我们改变的样子真的是好的，那我们心悦诚服。问题是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而且真的要你改变的那个方式、那个方向，又追求的目标、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好，所以我其实是在这点上，我是觉得不要把社区塞到一个已经被政治人物基于政治考虑行政区域划分的这样的里长的职位，而是真的要去追求一种志同道合的人的聚合，然后让它自然扩散。选里长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你进入之后就有所有你选参加这个游戏，意味着你已经同意在这个体制里面去玩游戏，而你进到的体制又是蛮底层的，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把你绑住。你如果你对于生活里面的想象跟这套体制是差距很大的，又被绑上那个位置是非常痛苦的。我会建议何不去继续Hours好好参加，或者去参加主妇联盟，互诉就继续好好互诉，去创造一个树比人还重要的生活环境，那树会自然照顾我们的，这点跟人不一样，你能够照顾错人哈，反而还害你。好，所以我也完全同意，你绝对可以找到那种真的把互诉当作非常核心的理念，愿意共同生活的这一群人。所以不是要选里长，而是要透过选里长实践我们的政治生活层面。而你到底想要实践什么层面，可能一定选不上，可是还是要透过这个机会宣扬理念，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亚文，如果你出来选，真的在这边找到一些业主，找到一些关心鼓励活化再利用的人，就选上了嘛，而不是真的上的那个位置。好，所以政治生活的部分参与是很重要的，可是想清楚，选上未必是现阶段最理想的状况。好，选不上，可是把志同道合的人呼召出来，看到在哪里，我就觉得在现阶段就是成功的。重要的是要开始跨出去，勇敢地把自己的理念说出来，为了选票不要出卖自己，可是你同意的那些理念也不妨多说啊，可是绝对不要说你不同意的那些理念，这样子才忠于自己，才不会
如果现在就不能中一次，我才不相信我们上那个位置还能中一次。好，这是刚刚几个问题，我个人意见的回应。好，所以呢，就每一个就开始参与政治嘛，参与自己关心的政治，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嘛，就是公共事务嘛。首先你要参与的是属于你的公共，如果属于你的公共都还不存在，就要先把你的公共创造出来，画出来就是好事，好吧 ？OK， 好，忠于自己哈。其实这政治是要忠于自己的，因为当一旦政治人物不能忠于自己，那他当然就会背叛大家。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当第一轮的前面有很多朋友有提出了不同问题，然后包含自己想要参选的一些想法，也有人做一些回馈，那我觉得也很好。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开放在第二阶段了，那再给三位朋友，然后我们来谈一下你的一些问题或者你的一些想法都可以。我刚看很多人点头啊，好，这边一位，这边一位，还有。啊、我们的志工啊，我们摄影志工也有，对他有举手，是吧？对，线上有朋友要，线上朋友要发问，我们有做直播啦，好，那你帮我们线上朋友来问一下。我这边网络直播时候，那就是线上有朋友问说，想要问这两位，就是。说如果当选的话，会怎么样实现老建筑活化和复苏呢？老建筑活化跟复苏，针对你们两个哦，要怎么实现老建筑活化跟复苏？大选的话，没大选就不实践吗？哎，你好，那个我你可以回应你的复苏理念。哎，我先提一下，因为我是红十字会的教练，那我目前红十字会的台东支会是在地广场里面。所以，在这一两年内，我密集的进出那边，其实我也很恐惧那边，因为跟大家差不多，就是对那边的很模糊、很陌生，感觉那就是一个外劳的地方。第一广场是吧？对，那你可能要回去稍微看一下，这区的人口其实都是改变的，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外配，那应该都有身份证，他们其实都有从事小生意，其实他们是有身份的，那他们并不是那么可怕，那你可能。必须去多观察一下这个部分人口结构，那会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直接提出来。那我是想之前有承诺过中，在上一次的选举有承诺过中区是要再造，可是最后变成了屁，因为其实中区真的非常反感，因为中区已经没落非常的久，再加上市政府的移除，造成这边的整个没落性非常大。那现在很多都是一楼店面楼上空的，那自然的问题。还有流浪汉的问题，其实你可以再做一个更完整的论述与深度了解提出来，把量度打出来。尤其是台中车站准备做高架，其实这边后来会也是一个聚焦点，就直接就，其实我们可以让那个卧槽市长给问成型，我们在这边就直接把问题提出来，不管胡志强来不来，问题就提出来。如果您叫我们来，那我就请您叫我做回答，一边。拉自己的高度，那一亮度，那一边把问题丢出来，让人去思考说，那我们中区在面临的问题，这样，这是我的看法，谢谢。好，谢谢。还没有朋友要发问的，有吗？好，刚刚提到那个第一广场的问题，就是有关于外籍的移工啊，还有我们的新移民的问题，我们九月我们会安排一场来谈这个外籍移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在地的候选人。好，然后还没有？有没有还要发问的，或者是提供一些你的意见？好，先这两个问题好了。好，那如果最后如果还有，再开放。啊，等一下，你要回应哦，因为要问复述啊。好，好，那酸条不要弄。老建筑活化啊，你要先讲的好。户数选上还要什么户数了？户数的话，网络直播的。对，请看那个画面哈，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再来关注。基本上呢，台中市有一个树木保护条例啊，他们已经通过了。那虽然说他们通过以后，还是照样没有再遵守。这种事件其实也是发生过的。那当然。
具体的那个案例就是之前那个青海路里面路口的那几个老榕树被移走了、啊，那这个是明显是违反树木保护条例的、啊。那我想当选，如果当选后，当然是遵守这个条例。那以里长的身份来说，尽量去维护里内的树木，主要是行道树方面，当然是申请进行一些栖地改善的一些工作。虽然说户数这个证件对李明来说并不是非常吸引，因为李明根本不 care， 很多都是不 care 的这个树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台中市政府长期以来就是把行道树当作一种消耗品，就是说他们比如在种植的时候连那个土球的那个塑胶层都不拆就直接种下去啊，害得那个树木的那个根系没办法健康的生长，然后没办法健康生长，它树死掉以后，然后它就可以就像我们把免洗筷丢掉一样，再插一个新的上去就好了，这样子。那这些种种行为都是浪费我们纳税人的财富的一些行为，我们要予以谴责。那当然，我如果当里长的话，我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那当然还有一些，我当然会比较关注一些树木的一些健康生长状况，但是会同专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好，谢谢。好，来，那老建物是不是的这个保存？中区它还是存在一个历史脉络下，就是可能从日据时代的小京都，然后到后来我们成长的年代的时候，一广这边是算是流行文化，台中的流行文化的地方，然后到现在的话是就是原住民的租界区这样。我觉得这是玩笑话，不是原住民，是外对新住民的租界区，就是玩笑话。就是说，我们因为了这个工业化的发展，所以有了很多外籍的朋友在这里工作，然后也有一些外籍新娘，然后他取得他们的身份，就是在台湾的身份，已经变老娘了，不是新娘。对，是老娘。然后我自己的认为是说，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它可以做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展现的地方，就是把你所看到觉得好像是你不喜欢的，可能是你从中看到它的优点，然后去发挥它。像是异国文化的话，其实我们台湾很多人都会去东南亚批货啊，去，而且东南亚的设计其实现在也有些都比台湾还要更，就是更让人觉得品质跟新鲜度上、文化感上是有时候是在国际上也是相当好的。那我们就可以顺势让台湾能够多一些属于东南亚文化的东西，不管是文化节或者是东南亚的商店，它会是有一些就是居民会反映说，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就是空间上可能会比较脏乱之类的问题啊。那这个东西也许还是会需要一些法律上的执行，会比较能够让人。能够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一点。然后另外又回到历史建筑，当这个文化它开始产生了之后，就是而这个文化它也许会有机会带动商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活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思考看这些建筑是不是可以注入一些新的就是计划的内容。但是站在草根民族的角度上来讲，这样子的最好是可以有社区这边可以有经过一些草根民族来讨论，比如说里面的某一些。但是在中区又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说这些很多老建筑，它的屋主其实是人在国外，然后他很有钱，他根本就不想管。他根本就不想管这些房子，
然后就觉得他就是放在这里就好，不然就是有产权纠纷，家里面可能一栋房子十多个人的名，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那这说实在的，是真的是中区会遇到的很大问题。那我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给予一个想法，因为如果真的要来做的话，他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沟通，不然就是要其他比较具有创意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一个区域的绿，就是生态层次，这一点也是我自己就是还蛮在意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就是要对生态有更多的尊重跟更多的接触。就是我对社区的想象啊，就是我们是源自于自然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关注，然后会想办法，然后看有没有什么资源，或者是能够倡议这个活动。好，刚刚其实两位拟参选人哈，都有提到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户数也好，或这个旧社区的这个老旧建筑，甚至包括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个。社区里面的西民移工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刚接友的这些问题，那要怎么处理？你如果是当选里长，就是说你假如你是里长，你要怎么处理？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我想我的容我提出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好延伸，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一个里长的你参选人。那势必里长这个角色，他其实是跟你户数团体，跟你从事这个老旧建筑物保护的这些团体做这个社会运动，其实有一点差距的。因为里长做的东西，可能你面对的里民，他不是来告诉你说叫你要户数，他可能是说我这边的哪一个这个路灯是不亮的，或我前面这条路哪一个是不平的，他可能。你面对到直接的问题，其实或挑战，也许是来自于这个，不一定会是叫你要户数或叫你要保护那个老旧建筑，甚至有可能你的潜在的选民是告诉你说，我觉得这棵树挡到这边很碍我的视野，我觉得这个老旧建筑应该要拆掉，这里盖一个更漂亮的大楼，我觉得这个街友在我们的社区这个很有问题，最好都把它赶开我们的社区。我觉得这些新移民外劳也不应该在我们社区，最好也要离开。可能会有这样的里民，怎么办？因为我们刚刚前面陶老师讲到，你的信念是什么很重要。那怎么去做这些？当你回到这个最实际的这些最务实的里民的生活，我讲的就是生活上的政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因应？所以我想要针对这个问题，也想请问你。两位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不一定要有答案，但是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子。等一下，那还有其他朋友有问题？哦，这边。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台中这边就是两位选区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那边光我们选区里，我们在抗争的一个福镇的话，它是跨至少三里以上。所以我刚刚听到关于里的分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好像就是统治者为了把我们限定好的范围，所以就感觉其实有点好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有在选上之后啊，对于假设同样一个发展范围，好，隔壁两里都已经觉得哦，我们应该这样子发展，那。你认为我应该要保护树木，那我要维护古迹的话，是有办法去多大的去支撑着？因为刚刚听起来，其实我听到有关于法源的事情，那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政府也就是走他的法，所以
有没有什么任何可能有无积极性的作为？因为包含我们家那边的开始一动工，他就说啊，这个土地上面的行道树，那就当做补偿给你的，马上送给旁边的地主。那关于这些，我们就只能走法律嘛，因为我可能问的比较没有那么，就是除了。每次修路也混乱，就是因为就是法律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慢的层面。那两位走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自己的一个生活形态去选举，然后去选上一个里长，然后去影响周边的。可是就实际层面来说，选民包括我们那个地区都是以中老年人为主的话，那真正有办法让大家选民，因为毕竟是人的事情，里长脱不了人嘛。那关于人这一部分，就是两位有任何在于发展或者是想要维护的，我想把他们抽象，不好意思，没关系，尽量让你可以。哦，这边还有一个同学，加油。对，就是刚不管是陶老师或是你，我们就一直有提到说所谓的自己。那其实我记得从陶老师脉络，我可以听出来说，你自己他不是讲自己这个个人而已，他可能还是包括的所谓我们去想象的那些志同道合的人。那其实也回归到说，想要问两位的民参学说，那你们这个自己现在的进度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在这个走踏的过程当中，你们那个自己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还是已经找到了把那个自己扩张出去了？好，那有多少人能够跟你们做，不管是旧建筑的保存或者是复述？那另外就是说，今年会有这么多人出来说想要选里长这件事情，那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受到318的影响，因为我不喜欢讲太阳花学运。那一开始在号召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一个 15K 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新的出路。也是在你们讲述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跟这个出路是没有关系的。你们所讲的是一种理念的阐述，是你们想要做的事情，而跟里长的这个原本我们所想象的所谓这个里长这个45K 的位置是没有关系的，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我想问问说，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差异？那另外就是说，想要问陶老师一个比较可能跟今天主题比较没有相干的啦，就是说，在我们一直在讲说自由的选择嘛，因为在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掌权者他去拟了一套的制度，然后在我们在里面很多的选项里面去做挑选，可是这好像也不是真的自由有选项，可是其实你是没有选择的，因为那个选择早就被限定住了。那老师有提到说，没关系，那我们至少要有尊严的活着那就算屈服了屈服在这个环境底下至少我们自己要吃到。那我想要问陶老师说，那吃到之后呢，那我们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跟方式这样子？谢谢。好，那我们问题先到这边，那是不是请陶老师要先回应吗？刚这个问题还是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好，然后陶老师先回应哈。对，知道之后，你自然会有跟不知道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啊，这个就是差距了。可是你到底知道什么，我也没办法帮你回答。不过，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很多。啊，像市场经济里面。越来越是，不管你买哪个品牌，后面老板其实是同一家的，其实是没选择的。其实我们真的不认识我们生活的这样貌，我们按照别人教给我们说生活是这样，然后我们就这样活，然后就这样追寻别人的目标。其实我们是彻底的成为那个奴隶，那个字是很强烈的，我们彻底的成为一个工具，奴隶还是人。工具的人都不是，对，在这种物质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其实是被那些资本家教育的，成为不是人，只是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呢又会听话，成本
身经历的故事好了，也是我决定选里长以后，就是我在里内一家便当店就街角吃便当的时候，有一只身上有皮肤病的那流浪狗跑来对我使出眼神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啊糟糕，那他来找我讨食物，那我该给还是不给？那就是说，如果我当上里长以后，我看到这只流浪狗，我应该通报捕狗队把它抓走，还是就是说，因为我爱护动物，我就放任它在里面跑跑照？这个问题，这个情景，我只在那边吃便当，但是这个问题就让我心里产生非常大的矛盾。那你无论怎么做，都会有人骂，这是必然的结果。你把流浪狗送去捕狗队，送去变成十二夜安乐死，爱狗人士会骂你。你让狗在里面跑打照，那万一它不小心咬伤了小孩，那这样，那你也是会咒骂你。那这个时候该如何抉择呢？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那我当下呢，我是把没吃剩的便当就直接放在地上给他吃，反正有鸡骨头，那啃一啃，然后我就拍拍屁股我就走了，我也不想说去处理掉在地上那个便当盒，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我真的对一个里长来说，要我真的不把剩菜剩饭给他吃，然后直接把。明明还有剩菜剩饭，直接丢进垃圾，这也是一个浪费食物的一个行为，我真的做不到。所以说，到底能不能，我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的里长？我目前还在内心来挣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会遇到更多这种两难的问题。那我只能说。我愿意选择从善如流的一个做法，我不想伤害大家的一个心理这样子。我觉得从善如流是什么？就是尽量取得你们大部分的共识，当然是少部分的话，我真的只能，也许会有那种爱莫能助的。情形出现吧。所以，如果说大部分的共识说我们这社区的树要全部都砍掉的时候，从善如流，还是说你的理念型的那一面是怎样？对不起，你这样是互助团体，对不对？对，怎么办？也许那个时候我背弃我自己的理念，那我想我也一定是受到大家公干的吧。这是一个，我想这是。日后是面对一个必然的结果，那所以与其被李明公干，不啊，与其被这个社运团体公干，不如不要被李明公干，是这个意思吗？也许人生，我只能这么讲，人生就是有所选择，人生有所选择，也许我选择的是一个比较恶的那个果，那就是我自己算是造业吧，对不起，我把它牵扯到一些宗教的一些层面上，但是这是怎么讲？我们的历史工业吗？只能我想对，国民党招式好吧？那当然，其实你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我把问题反丢给你们，对不起，我这样尝试踢皮球。开大绝啦，开大绝。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把便当给狗吃吗？好，先不谈便当这个问题，等一下我等一下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贵党的政治人物的例子。好，谢谢，我对政治还是很不了解，是政治书本来的，不好意思，没问题。我在想，如果在我的里内遇到了，比如说，我是想要把车站变得一个，就是比如说。
得类似做了像 BRT 之类这样子，好像根本看事先金可是根本是一个还蛮好笑的东西的时候，我绝对会开炮啊！我根本就不用管什么，就是或者是我选不选上，因为那个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会李宁照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是我没有办法把讨厌或者是不能接受的东西讲成。好，也许我讨厌他，别人不讨厌他，可是到后来我还是会觉得我要捍卫我的这个讨厌，尤其当我觉得我是真的我，而且我会自我批判，我是不会自我批判的，像我就会自我批判我自己。回归到刚刚那个，我们现在这个可以直接跳到45K这个问题，我就跟我自己说啊，这根本就是，如果我是李宁吧，我会这样想，这根本就是来骗选票的嘛。啊，现在他也没住在这里，然后现在来，然后没有工作做，45K也不错，这样子之类的。就是我也是，这个东西很简单啊，你不会怎么。就是他说啊，年轻人满嘴仁义道德这样，然后45K， 然后还是跟政治人物一样。因为其实我当时在318的时候，我也是超干领导党的成员，因为我觉得说你们上去真的很好，那你们怎么下来了？我心里是这样想，可是真的，但是有时候这个世界它不是，就是。也没有那么的绝对，就是很多东西它都会很奇妙的转变，可是这个时候可能你真不真诚跟你有没有办法内观还蛮重要的。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内观的话，你就会走到也许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走到哪里。来，我讲一下刚刚我自己作为主持人，我回应一下刚刚讲那个我都要提的贵党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要讲的是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说，今天虽然是里长的这个政治的位置角色，那我要讲的是有关顾立雄，顾立雄律师呢，他本来也要参选这个台北市长，那很多媒体就来问他一件事情，因为我是 Face 联盟的职位，那所以。顾律师参与我们 Face 联盟的运作非常的久，他从一开始到现在，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很多媒体就只打他这一点，就说啊，你如果要当市长，你还会说要废除 Face， 因为 Face 的这个状况目前就全台湾来讲，主流意见是80%甚至到90%是支持要有死刑制度，好，所以他等于说是完全跟主流不一样。那所以媒体当他问了这个问题说，那你当了市长或你要参选市长，你还要维持这个理念吗？他说他本来就是这个，他不会因为我要去争取选民的选票，说要放弃我自己的理念这个问题。那所以同样的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讲？那我觉得应该要更往深一点的东西来探讨，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位置的时候，不管是里长、民意代表。或县市的首长，当你要参与到这个政治代理人的这个首长位置这些位置的时候呢，我觉得它另外一个更深层意义，回到刚刚谈的社区的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要去找志同道合。现在可能你会看到我只有10%或20%是志同道合，80%的人可能是跟我不志同道合的，但我如果到了这个位置，我就是要带领那80%的人跟我成为我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个叫做中心思想，有中心价值，然后有意识形态的东西。什么叫没有意识形态？就是说，比如说马总统都在讲说我们民意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民意说不要有服贸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不行；民意说要有死刑，他就说啊这个因为民意都支持。这个叫做没有中心思想。所以我会觉得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有中心思想、有意识形态才是好事情。那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刚刚这样讲，其实我还是最后要跟大家说，就是
我刚刚虽然有讲到那个三一八的时候上去的两位朋友为什么出来，可是其实说实在，我还是其实很佩服他们，因为就是怎么说哈，比如说我现在选里长好了，我敢出去说啊，这些八大行业，然后或者说是这些里面很多赌博性电玩还是什么。东西全部都要关，就像刚刚那样，好像很厉害说那个如果是胡子厂，因为胡子厂大家都骂他嘛，对不对？然后也不缺，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反对，可是当你进入了政治之后，你一定要知道就会开始协商跟妥协，如果你想要走很长远的路的话，就像我如果现在要选上，我不能得罪某些人，我不能那个，我不能就是做某些现在会属于犯规的东西，所以我以后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像 Michael 说他会苟这个，他会有疑惑挣扎，说我是该为了李宁好，还是我是要想这条狗，它尊重它的生命。说真的啦，真的非常的困难。可是如果这里面可以有，就是所谓草根民主啊，跟大家把问题真诚的摊开来讲，然后把它交给就是大家一起的时候，也许会慢慢的会有一个轮廓，或者是一个程序。那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时间上的关系，现在是9:30，我们9:30一定要把活动做一个结束。那我想说，我最后给事情，不知道陶老师他们有一些想要谈的一些东西，最后没有 ，OK。好，那没有，两位也没有。好，那我们可能活动先会暂时到，可是其实呢，待会大家哈、结束之后，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或想法，可以到也还是可以跟会后我们两位来分享的讲者，那可以跟那些互动跟回馈。所以只是说这个正式的形式上的活动是结束，可是这个之后呢，大家还是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想法，然后跟我们今天的出席的两位讲者来做一些谈话回馈这样子。那先到这边。那最后呢，我大概也要预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的哲学星期五呢，我们要来谈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一直在谈核能的问题，反核，那我们下礼拜其实还是要来谈反核，可是我希望说我们谈的反核，下礼拜也许不太一样哈。下礼拜会有一位日本的妈妈，福岛来的妈妈。他住在台，他现在住在台中，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环境难民啊，从福岛逃离到台中。他会来我们哲武跟大家分享说他为什么会逃离福岛，那选择在台湾台中定居。那到底这个核电厂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影响？那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福岛这样子。那我下礼拜我们会有这位福岛妈妈来现场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他做一点互动这样子。那我们现场有翻译了哈。那这是下礼拜的活动。那最后呢，这关键时刻又出现了，就是因为哲学里面已经有很多钱了。那个因为哲学星期五，我刚刚讲说，我们其实都是由志工一群志工自发性来发起这个活动。那所以包含这些场地的维持啊，那一些基本上日常的支出，我们其实是靠大家的一些小额的这个捐款。那如果大家心有余力，就可以帮我们投进去这边，然后我放在门口，放在门口，大家不要把这捐款真的带出去。那我们今天活动到这边啊，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现场的两位讲者来做分享。好，谢谢。